就可以了。谢谢你贴心贴心，不好意思，来三部曲代表的是腐朽重生绽放。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做成黑胶版，也让所有的朋友呢可以来收藏。这里面有摇滚、民谣、电子各种音乐的元素。7月1号全面开始限量预购啊！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，你别来，我们来处理好了。好，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拆礼物，总是来好，这里有3张，慢慢来。不急哈，全世界等你，不急，没关系哈。好哇，这是一个大的哦，这是一个 box set 的概念了。对哦，套装的概念。好 OK， 这样子哦，太酷了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大盒子，然后里面会有3张。10年的时间创作了花的姿态三部曲，所以是3张唱片的总结，然后做成一个黑胶版。对，所以今天可以把这些我自己的用时间跟生命写出来的音乐，然后可以用这个从德国空运来的，对，是最传统的黑胶方式来纪念它。对，用非常高品质的方式去刻印这个黑胶，我觉得是很对我的人生的历程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了解。在德国厂压的片，对啊，空运过来，对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。所以这一盒里面有3张黑胶，这位女神，没有，这个也会送的。哦，那是礼物啊，对不起啊，好专业哦。哇，女神介绍赠品来了，所以那个是赠品是吗？对，是。OK， 好棒，好，谢谢女神。来，我们别忘拿个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？这样蛮好的。好，那就是。这样好，好，太酷了。好，那盒子让启真来拿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谢谢。